现在已经到瑞穗啊，瑞穗花莲瑞穗了啊。现在聆听啊，这个是列车啊，这个是在啊等待这个火车啊，列车这个啊接近终点的声音啊。是的，这个火车。生重即逝，人生非常短暂的，期盼我们透过念佛专注一心一意，找回心灵故乡。